次心啟情成長方的李偉堂堂哥哥就奪得兒童尖子教育大賞2012傑出潛能教學最優秀心理治療師及導師。咁你對於攞呢個獎有啲咩得獎心得呢？我諗最重要咧係願意咧花時間去明白一個小朋友啦，同埋另一方面就係為每一個小朋友咧去度身訂造一啲佢自己需要嘅一啲嘅訓練。呢個係我相信係一個最主要嘅元素咧，可以攞到你今次呢個嘅獎。咁心啟情成長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啊、工作坊去幫小朋友嘅。咁當中有啲咩重點嘅課程去幫助小朋友發掘佢哋各方面嘅潛能咧？哦，其實我係幫其中一個主要針對提升小朋友嘅實質性功能，佢可以喺同方面咧去幫助小朋友咧去成長。咁心喺情成長方未來會有啲咩方向去幫助更加多嘅小朋友？其實未來咧就係、我都想推廣去去到家長嘅教育層面啦，變咗可以父母咧都能夠有方法咧去幫助到啲小朋友。好，咁今日多謝你接受我嘅訪問。